好，下面电子啊，三度小点啊，电子尽量不要，小电尽量不要用手握，你用手握就麻烦，快不了，就是捏个馒头，把馒头捏下，捏一下馒头啊，一直在上面，不要离开，你看，你看我的手。一直放上去，一直要放，对，慢一点。这个发这个四指不要上去啊！一直不要放开，这个很重要的啊！预备走。不要上去，第二个上去，好，下一集我要跟你说一下，下一集呢不要用手腕，接着用手臂拉，你看啊，不用手，用手我就没有那个乡土味了。直的，打小臂了，预备走。介入，当当当的打介入，预备一二翻音走。电子，哎，不要让他把这个手上去，哎，就捏一下啊，你看啊，一指，二指下，外弦拉，从这儿开始，对，用串儿开始。你看手散的又老散，屏住啊，一位子。翻音，再来一次，走。发这个俊伟老师在这里，这个陕西这个音律啊，这个发西啊，就等于 F 调的拉哆咪嗦拉哆，就这个音律，来来，预备走。最后这一集怎么拉的呢？不是拿手拉的，拿腰拉。你看啊，把手夹在那儿，预备走，再放出来啊，哪方面来都来，预备走。这个垫子当当当的要介入啊，要有弹性，预备一走一走，这个
子整个身子摇起来，太空糟。这个发是这样的呀。有弓箭一直拉到弓中间去啊，那首戏都走。这一集呢要稍微催一点，为下面铺垫一下。这个那首戏都一退起来，这两个又退个，哎，再来一次，那首戏都走。来发发米备走，下面要加快一倍，我拉给你听啊。一二三四，啊，这个再来啊，加快一倍。预备，一二一，走！起来，这个地方弓子要卷卷了走。你看这个图片，不能这样，这样就拉不开的。内卷，不要太大，重的不要太大。看这个圆不圆，看我这个回去练练哈，发米一百二三四空，这个数不要拉出来，空两拍再轻轻的出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这个拉这个音的时候，也在这个音的时候，那个二胡要往里走，你看了啊？它自然就消失了。如果说你不往里走的，它容易弓子一紧张，容易发抖，又连灯弓都出来了，懂吗？手拉拉手，一辈子对吧，大二胡往里走，哇，再直